大家看一下我的房间啦。大家好，今天呢是2011年2月22日，我现在呢是在纽约这个法拉盛的地下室，我的房间做不了很久了。这段时间呢，这个把房间重新布置了一下，然后呢，准备有一个好一点的，你看红色为主了，因为今年是本命年嘛，希望有一个好的一年了。啊，跟大家看看我的这个生活状况了，因为毕竟上传了很多这个视频，让我现在平时私下生活是怎么样子的。每天呢，就是说做完工了，很晚了，就是10点半、10点钟回来，然后就是。这样给大家看看我的房间了啊。我喜欢呢投影，也喜欢听一些歌，所以这个投影机呢我是离不了了，这个音响也很多年了。植物呢是我比较喜欢的绿色花，下面呢这个是这个吸尘器，比较小一点，但是也适合车里面用。然后这个顶呢比较旧了，然后就是说容易落一些灰虫，然后呢我就用这个红色的窗帘跟它遮一下，也是一个灯。然后这是我睡的床，这是个沙发，算是个沙发椅吧，平时都收起来，晚睡觉的时候就拉开了，一些杂物堆在这个箱子里面。这是我的衣柜，装衣服的衣柜。然后这个房间呢是跟人合租的，对面呢住其他一家人呢，然后这一间就是我住了，就小小的一间了。呀，是咱们的党徽了。平时没事，有时候不干胶贴在这里。这个音响是有四个吧，一个角一个。然后这是那个灯，这是一个可以转动的，那边是有口的。一个储物柜吧，啊，这不动它了，这不挺不错的，这一家买的，我喜欢这个，可以拽着随时转动。这首歌呢，我比较喜欢听这首歌，在车上也经常有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OK。这是我的电脑，很便宜的，妥协版的，才400多块钱，300多块钱，配置比较低的，上传速度比较慢。这个椅子呢，我是比较坐着是比较舒服的，这椅子比较舒服，还不错吧？一家买的80多块钱，加这个脚垫30多，100来块钱了，100多块钱。然后这个是一个地毯了。蜡烛我喜欢，比较喜欢蜡烛的味道。也给一个网友寄过一些蜡烛，国内的蜡烛没有美国这边的好，这香味不错了。最后跟大家看看我的宠物了。这是我的金鱼。看见这个百合花没有？这是今天没茉莉花革命用的花，今天做活动茉莉花革命，可以看看2月20日，这个很多很多人握过的百合花。好了，这边是楼梯，从那边出去。好了，要笑着结束了。好，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了，就是生活中当中的我，还有我的房间，就这么简单。